先ほど捕らえた。やっぱりスパイか。三角く。たか。この字はどういう意味だ。わかんない。不好，三哥哥有危险。这是我跟三哥哥定的暗语，需要红鹰解救的信号。醒不醒？到，把方强叫来。是。バカ。一人一人探せ。三哥哥を見つけてくれ。はい。报告，进来。团长，政委，过来坐。是。是这样的，十天之内，我们要和日本人必有一场大仗。据三哥哥的情报，这次小鬼子要使用化学武器，这种化学武器的杀伤力是非常强的。三哥哥已经掌握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。我们现在就等他的情报，来确定我方相对应的作战部署。可是不幸的是，三哥哥暴露了，而且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。你的任务就是务必尽快的把他给解救出来，清楚了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老蒋，这次任务很重。明白。跟三哥哥取得联系后，该用红鞍马联系。是。実現部隊に命令、2時間後全部移動する。あ、あの三哥哥は。新しいところに移動したら、奴らは見つけてやる。はい。宮崎君に招待連れて実現部隊のところに待ち伏せ、ユンを待ってろ。ぜひ消滅する。はい。曾明确辨认接应敌报人员三哥哥，他会围掉红色的围巾，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老何，你绕到山上去，找一个制高点，一个月的功夫以后，打掉他们机枪手。是。猴子，你在咱们后面
给他们留点东西。咱们悄悄摸过去，解决他们守城的日军。行动。大家分头找三哥哥。是是。队长，快来！你是谁？我们是八路军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木头。木头？日军拿人做活体实验，把这样的人叫木头。猴子，把他弄出来。你是哪人？
延边的。叫什么名字？李孝珍。大勇，给他找件衣服换上。是。你从哪儿被抓的？队长，没有发现戴红围巾的。检查尸体，补充装备。是是。队长，李孝珍说他们的部队是三小时前刚刚到这儿的，这支日军小队是专门等咱们的，看来咱们的行踪日军早就掌握了。哎，从装备上可以看出啊，这是一支战斗部队。对，三哥哥应该随实验部队转移了。队长，鬼子34名。队长，我在那边林子里找到个电台。林子里有可能是三哥哥的，有没有可能是三哥哥发电报被日军截获了，临时转移了实验部队？他们逮捕了三哥哥，所以没来得及转移。也有可能还在实验部队里，一起转移了。王勇，用红鞍马给团部发报，汇报这里情况。是。红鞍马是什么马？是咱们的延安发明的一种密电马，不太完善，但不好破译。李孝珍说他们3个小时前才到，我们从出发到现在6个小时左右，也就是说日军的实验部队还没走远。那个李孝珍怎么办？只能先带上他吧。休整一下，10分钟后出发。是。红鞍，政委。同意。再追加一句，师不我待，发吧。是。我们在这个区域，除了来的方向，西侧是铁路线，北侧和东侧是丛林。按照李孝珍说的，日军驻地离这儿60公里左右，那里全是密林，树林茂密，隐蔽性强。对，只要找到日军的实验部队，就能找到三哥哥。也许用得着呢。同志们，准备出发吧。
大家原地休息。老贺，你站第一班岗。好。だらけだ。こんな長い時間まだ見つからないのか、バカ。はい、長野調査。怒らないで。武藤君、遠いところからご苦労。長野中佐も、私が全力で働く。中佐、少し実験部隊の現場を見たが、あの本院とは作戦力が強い部隊だ。敵を軽く見た。そうなのか。それに現場の死体の章から見ると、その部隊に腕がいいスナイパーがいる。ラフリーに一小隊を射殺した人かも。何？だから自ら人を連れて本は本院を追うことにする。うん、よしよし、武藤君、頼むぞ。失望させないんです。一天了，我饿了，拿着吧。谢谢啊。你今年多大？26。什么时候被日本人抓的？去年。是面沾苦，睡会儿吧。34体。はい、34体の死体だ。何が？武藤君、あの部隊は35人だったよ。やっとできたようだ。あ、僕を用意した作戦計画だ。失敗のためだ。武藤君、君の具体の提案を。スナイパー正体を作ると提案する。腕の良いスナイパーを揃って本院を追撃し、一人一人殺してやれ。よし、君の要求を満足する。できるだけ早く三角の身元を調べろ。中佐、これは難しくないんだ。我々は化学武器を戦いに使うって話したら、スパイが必ず働くと思うんだ。哎，队长，您昨天说的那个化学武器到底是个啥呀？网友，你跟猴子说说。简单说，就是毒药。哦，有大规模的杀伤力。这小鬼子和他都在一个地方，要下毒全得完蛋，是吧？没错，不是通过人工下毒，是通过飞机炸弹投到我方阵地上。一旦毒气弥漫开来，咱们甚至连开枪的时间都没有。队长说的没错，这种武器如果在战场上使用，后果非常严重。队长，前面有个村子，
那咱们这儿可以去补点水啊。隐蔽。这个村子有点古怪。老贺，你跟我上去看看，其他人隐蔽。是是。队长，你看那个女的，哪八字？日本女人。我试试啊。这个暗哨有我们上钩的，队长，他们人不多，要不咱把他收拾了。不行，咱们得绕道走，不能耽搁接三哥哥的时间。嗯，队长，他们上来了。我还没动呢，你们倒早起了。猴子，给他们布个阵，老何、王勇负责狙击。老崔，到我保李孝珍，机动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擦破点皮。哎，队长，我布着雷还可以吧？好样的，猴子。大嘴，怎么了？队长，弟弟。别过来，大家散开，好好警戒。这是对陷阱的防护兵条嘞。
我在，没事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你现在随时把脚抬起来。大家抓紧时间，仔细检查这个村子，多找些吃的。王勇，给团部发报，报告我们位置。是，这个地方不能久留。是是。红鹰已经开始深入，可是还是没有跟三哥哥接上头啊。继续找，大战在即，限他们在三天之内，必须找。给红鹰回电，就说大战在即。三天之内，必须找到三个哥。是。哎，你再加一条。如遇日军主力，不要硬碰硬。爸。是。还真用上了啊。有备总是无患的嘛。哎，听说你们延边的苹果很好吃啊。啊，都让敌人给占了，哪还有心思伺候果树啊？放心，不会太久的。队长，咱们一定会把他们赶回老家去。队长，姑娘，以后不用这样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平等？对啊，在我们的部队里，无论你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，没有谁高谁低，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平等。队长，队长，你看，行啊，扎嘴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够咱们吃两天的了。好，我这个，准备出发。好。猴子，哎，剩下的手榴弹和地雷都留给小鬼子。好嘞，我给他们布个连环雷。逃げたと。はい。森の中にチューザーはもう追っていった。ウト君は餌になったのか。報告、一からの連絡。小泉の方に爆発の音がした。香川はもう向かった。本陣突撃隊。この情報すぐ少佐に渡せ。はい。队长，果然有追兵。这小鬼子也够配合的，没让咱猴子的连环阵白忙活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咱们抓紧时间，前面找个地方休息。是，好，走。みんな知ってるはずだ。スパイの身元は分かった。逃げちゃった。少佐は追っていた。しかし情報はもう遅れたものだ。本部は化学武器の計画やめた。中佐。そうするとこの間の努力は無駄になる。確かにそうだ。作った化学武器は数多い中国人を殺せる。化学武器は少ない。裏手としての生物武器は生産した急性伝染病全国消滅できるのだ。
だから本部は生物武器の研究を進め、早めに使うようになる。はい。按照咱们现在的速度，明天应该就能到达敌军主力部队的区域了。疼吗？不疼。他不疼，你才不疼呢，皮厚。我在想，这个李孝真怎么办？有声音。注意。大家散开。是。就是中国人？什么中国人？还真是急脾气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三哥哥。你是三哥哥？你就是红鹰突击队的队长方向同志吧？没错，我是方向。林贝。同志，欢迎回家。哎，真漂亮。出了什么意外？我向团部发的电报被日军截获了，紧急撤离。跟我们估计的情况差不多。那你现在是？长野忽然下达命令，马上将化学武器投放战场，我没有选择，只能携带有关化学武器的相关数据跑出来。有一支小队一直跟着我，我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把他们甩掉了。马上出发。队长，原路返回吗？不行，敌人一定在我们的身后，重兵防护，连夜继续往前走，一点一点改变方向。王勇，嗯，给团部发报，已经接到三哥哥，即将返回。是，还是我来吧。好，高政委命令，用红鞍马发报。明白。发报，让他们即刻返回。是。
准备。原来是这里。这里原来是存放化学武器半成品的仓库，因为不够隐蔽，所以被废弃了。他们怎么会往这儿卸货？被我们打的，又重新启用了呗。哎，那咱们要把他们半成品给摧毁了，那敌人的毒气计划不就泡汤了吗？穿过去看看。确定吗？没错，我一直都待在这支部队里面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？队长，鬼子人数很多，咱们这地方连躲的地方都没有，不太好打。打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怎么打。分散打，大嘴，你和王勇从正面进攻，吸引敌人火力。老何，你和林贝占领制高点。猴子，你找机会摧毁他们的半成品，我来断后，掩护大家撤离。队长，我来断后了。我来，队长。我同意方向同志的方案。就这么定了。大嘴，你先将李耀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是。其余人做好战斗准备。是，记住，万一我们失败了，不管剩下谁，一定要将林贝安全送回团部。是是，对，行动。有什么不对吗？说不上来。超好，それをあっちに、あっちに。
大家原地休息。王英，到，给团部发报。是。不行了，队长，我们后面好像有鬼子跟踪。你们过来一下。天黑之前，我们在这集合。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老何大腿掩护，其他人跟我撤。雪藏。是。来。只留下老何和大腿能行吗？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你安全送回团部，这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。一会儿啊，我在这儿隐蔽，你绕到那边100步，就地掩蔽。记着啊，我开枪以后你再开枪，按照自己心跳打，每跳2次打一下，不能快，不能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大哥，小心。王将，你们这支红鹰组建多久了？到今天为止，刚好10天。10天？我怎么感觉你们在一起已经10年了？这么默契。因为来到红鹰的人心都是通的。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回团部。哎，不能回去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不太对。敌人知道我手上有关于化学武器的相关数据，就应该派出大部队围追堵截我们才对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却派出了小分队进行骚扰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支小队是故作追击的架势，其实是想催我们加快送回情报。对，而且敌人敢把他们的化学武器的半成品展现在我们面前，很有可能是他们想转移我们的视线。转移视线。
马赫，这太痛快了。我终于明白，你为啥让我按心跳开枪。一下两，鬼子到死都不知道咱们的位置。你小子，不知道的还多呢。行了，赶紧补充装备，咱们跟队长他们会合。好嘞。少佐、26人全部殺されました。紅鹰の死体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。そこまでの戦闘力があるのか思わなかった。少佐、どこに行きますか。出発。え、他们回来了。队长、老何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打得老过瘾了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开个会。猴子，请进。是。来，我们先请林妹同志介绍一下情况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消灭的是一支日军的化学武器部队。根据早上一些情况来看，我怀疑这支部队是敌人的诱饵。诱饵？他们目的是什么呀？据我所知，日军除了化学武器部队之外，还有一支保密程度更高的生物武器部队。我原本想尽可能多的了解那支部队的一些情况，可是失败了。什么化学生物的？怎么那么麻烦呢？简单说就是研究瘟疫和病变。王勇说的对。化学武器呢，操控性很差，只能靠风向去传播。局限性非常的大，今天早上大家也都看到了，生物武器则不一样，它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传染。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，日军很可能会放弃使用化学武器，改用我们毫不知情的生物武器。我同意。接下来我们有两条路，第一，尽快返回团部，把这里的情况向首长汇报。第二，林贝带路，我们杀到日军大本营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找到生物武器情报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就摧毁他们的生物武器基地。如果我们现在返回，我们还没到团部，日军就会对我们发生细菌战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干什么都晚了。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我决定选第二条路。我同意。同意。没啥说的，杀回去。好，林贝。给团部发报，请求批准。是，方向同志，是不是安排那个李孝珍离开？现在哪儿都是敌人，怎么能让他走呢？队长，各位大哥，你们把我留下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孝軍閣下ご安心を。すぐ紅鹰突撃隊を消滅する。武藤少佐は自ら追っていた。はい。はい。中佐、少佐からの連絡。明日、本院の部隊を追撃できると。それに、山本一郎の印が発見した。よし。よし。什么？他们回去了？我想他们就得回去，能不回去吗？就是把命豁出去，也得把小鬼子这个细菌武器的基地给他废了。这帮小子太狂了！狂？这就有种！哼！我说政委啊，你现在马上到师部，把这里的情况和师首长好好的汇报。行，我马上动身。
准备出发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改变前进方向。林北，你带路。大翠，走，转号。是。是个狙击手，他之所以没打死大崔，是想用他做诱饵。我们现在过去一个死一个。老何，啊，有主意吗？猴子，你慢慢站起来，朝着大崔方向跑。俺只能跑过去，不能救他。听明白了吗？你背回来。このスナイパーがすごいんだ。この時我らが行くと、彼らは闇の中、我らは表になる。しかし少佐、傷つけした人がしなかったと、あいつは厄介がある。そうするとこっちに有利だ。もし死んだら奴らの戦闘力は減るんだ。少し休ませても構わん。忍住啊，没事，忍住，忍住。大崔，大崔，队长，队长。老何，警戒，安全。大崔，大崔，大崔，纱布快！想想办法，快想想办法！大崔，大崔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！队长，队长，崔，大崔，没事，再忍忍就好了。大崔。队长，我不愿吃了，我走不了了。我陪你回去。队长，我没给红鹰丢脸吧？好兄弟。你给红鹰长脸了，大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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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thank you.
兄弟，等打完小鬼子，哥哥一定带你回家。出发。队长，绕路回去。回哪儿啊？绕路，返回我们被伏击的地方。为什么？那个狙击手的队伍一定在身后跟着我们，这么下去对我们太不利了。我们必须得绕到他们身后去。出发。李孝真，跟紧我。少佐、目標方法を失った。部隊、休憩を命令。十分の後、我らが戻る。少佐、戻りますか。この部隊の司令官はずるい奴だ。目標を失った一つだけの可能性は、奴らは元の道に。はい。原地休息一下吧。怎么了，队长？果然是你，利用纱布给日本人留下记号的。什么？猴子，谁对你那么好？是你害死了大崔。大崔莫说。猴子，我喝。听队长，跟我走。说吧，你是谁？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叫做山本立香，在我们日军本部，我的老师就是山本一郎。就是生武器部队里神秘的山本一郎？没错，在我的国家，在生物武器这个领域，他可是屈指可数的专家。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害死多少无辜的生命？真可笑，要是没有你们做那么无谓的反抗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送命呢？如果你们国家被侵略，你的家人被杀害，你会坐视不管？那不是侵略，我们日本人是在帮助你们中国人强大起来，你们这么做只是螳臂当车。少废话，快说，你们的生武器准备用什么途径传播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研究原理就是通过虫子、老鼠、蟑螂来传播瘟疫，我可以瞬间让你们被细菌吞没。你简直就是个魔鬼！你们这群中国猪！
准备出发。接下来怎么走？从现在开始，不做任何停留，原路返回。你们也带路，我们以最快速度赶到日军大本营。原路？没错，原路最安全。跟踪我们的日军也一定会走其他路。王勇，给团部发报，告诉他们生武器的情况。另外，告诉他们，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跟他们联络。我怎么了？看来小鬼子这个生物武器挺歹毒啊！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，尽快转移当地的老百姓。看来我们得往最坏的地方打算了。只要老百姓能够顺利转移，咱们心也就踏实了。传达命令吧。是。队长，你是怎么发现他的？这还得感谢林贝。感谢林贝。有什么不对吗？说不上来。我总觉得他有点不太对劲。你不觉得他对战争没有丝毫的恐惧感吗？他是从延边被抓来的，是不是经历的战争多了，也就习惯了呢？女人的天性对战争不可能完全没有恐惧感，除非像我这样经过严格训练的人。听了林妹的话，我也相信李孝珍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。那天他和大崔聊天，那次印象大打，来来回回我们打了好几趟，打进去又打出来，把小鬼子给整懵了。你可真厉害，那你不是成了三国里的赵子龙了吗？谁？说啥呢？没啥。当时我还在想，一个朝鲜族女孩居然读过三国。就是。所以说，黄蜂美猴针最毒妇人心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没说你，我说那日本人呢。大崔的死，终于让我把这些事儿都联系了起来，这才决定返回。果然在林子里发现了纱布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老何？队长，你们闷闷酱有股烟味儿。没有啊，怎么了？肯定有，而且不是旱烟。バカ。なぜタバコ？その匂いが森の中で400メートルまでする。一本のタバコは全部台を潰す。気をつけ。少しでも怠らないで。老何，敌人具体在什么位置，你能知道吗？隐蔽。队长，按现在的风向来看，敌人应该在我们左后方。这支部队就是杀死大崔那支部队，那个狙击手也在里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。我们在暗处就好办多了，多厉害的狙击手，老子今天也让他见阎王。队长，怎么打？要打赢这场仗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狙击手和他的部队分开，只有这样我们的胜算才会很大。队长说的没错，这个人不是个普通的狙击手，我跟他交过手，很有心计，而且控制力很强。我们怎样才能吸引他呢？
老何。队长，顺着林贝的思路，我觉得一个出色的狙击手最吸引他的应该还是他的对手。老何，嗯，你能引走他？嗯，只是老何要承担很大的风险。这不算什么，这支部队的人数肯定不多，要不然上次交手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追击。我觉得这是一支擅长伏击的部队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给他来个反伏击。猴子，你在五十米远的地方布置鬼雷，一旦敌人进入伏击圈，马上引爆，吸引敌人注意力。老何，王勇，你们还是用那招，按照心率同时开枪，只有这样，那个狙击手才不会马上判断出老何的具体位置。你们一撤离，不管他往哪个方向追，背后都有我或者林贝。注意，行动第一枪由老何来打，老何枪响代表开火的命令，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好，准备行动。二つの正体を用意。一体四人出発。はい。君、君、君、あ、君、出発。どこから撃ったのか。あっちのようだ。遠いところを気にしないで、スナイパーを気をつけ。こっちだ、こっちだ。少佐、どういうこと？二人が同時に射撃したんだ。スパイが二人？バカ。兄弟，你看见了吗？哥给你报仇了。队长，顺利吗？顺利。什么时候开始叫队长了？你不乐意啊？乐意，乐意。好了，补充武器，检查他们身上有没有食物，休息十分钟出发。林北，我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日军大本营？
大概两个小时左右。好，天黑之前一口气到达。是，是。指挥中心在这儿，最高长官是长野，这里就是生物武器实验室。生物武器肯定在这个实验室里，但是这里戒备森严，连一般的中队长都无权进入。那我们就想办法把长野抓了，用他当人质，咱们逼小鬼子把生物武器交出来。日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许多人都选择放弃自己的同伴。如果我们抓了长野，一旦他们选择放弃长野的话，我们就毫无退路。这仗怎么打呀？队长，你说呢？同志们，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大家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。红鹰突击队成立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相互之间都亲如兄弟。现在我要考虑的第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必须要有一个人活着回去，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汇报给团部，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作战提供点帮助。这个人选，我建议王勇。我不同意，队长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们的任务是接应林贝，你想把这个机会给他，但是现在情况变了。我之所以选你留下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林贝对这里情况最了解，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不能没有他。第二，单兵作战能力你强于林贝，一旦跟敌人碰上，你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大。可是，队长，王勇，我觉得队长的决定是正确的。队长说的对。好，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行动。老何的建议给了我提示，我们是要抓一个人做人质，但不是长野，而是日军研发中心的指挥官松田石根。他是研发中心最高指挥官吗？他是日本很有名的生物学教授，也是这里的总负责人。那就抓他。我和林贝负责这里。老贺，嗯，猴子，哎，你们尽可能掩护我们进入日军军官宿舍。是。王勇，你负责外围接应，一旦有情况马上撤离。队长，执行命令。是。按照事件来推算，不管是否成功，明天都应该有结果了。附近老百姓转移问题安排得很顺利，大家也很配合。哦，大规模作战的时间也下来了。这么快？对。好啊，管他什么武器的呢，咱跟这帮小鬼子硬碰硬的干一场。真希望我的红鹰突击队能安全飞回来呀。二四四，队长，老何为什么要在他的子弹上刻上十字啊？那是他多年的习惯了，这么做会加大子弹的杀伤力。没看出来啊，老何外表长得那么粗，对打枪却有那么高的要求。是啊，老何年轻的时候
为了让老娘有口饭吃，做过土匪。后来娘没了，他就做了义勇军，前后打了不下几百场仗。他媳妇也是我们战友。有一次，老何一枪失准，没有打死敌人的狙击手，结果他媳妇就替他挡了一枪。从此以后，老何就变得沉默寡言，但是也多了一个习惯：每一次机会，每一颗子弹，他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原来是这样。红鹰里的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。是吗？队长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什么要求啊？我要正式加入红鹰突击队。为什么？归属感。这里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。那回去再说吧。我们一定能活着回去。我相信你。行动。小三，你是谁？我也看到了是谁的阿爹，すぐに两人戻れ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すぐ行きます。我们进房间等。最近ハジロ軍が活躍したが、ちゃんと気をつけ。はい。一体誰が探してる？僕も知らないんです。お前誰？ベドン。お前か。问他能不能配合我们。他懂中文。松田，这是我们八路军红鹰突击队队长方向，他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。方先生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个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知道，你曾经杀了很多的日本军人。你现在的任务，只会让你死得很惨。只要你做一次选择。也许这一次就会改变。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。
说完了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生武器在什么地方？哼，我真佩服你的勇气。不过，你们一旦落入我的手里，我保证一定让你们痛不欲生。松田先生，我之所以听你说这么多废话，其实是我在拖延时间。我的炮兵在等待我的信号，他们随时准备火力覆盖这里。无知！你们中国人真的很无知。你们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我的细菌部队，因为那些生物细菌根本就不在容器里，而是由一些老鼠、蟑螂、跳蚤携带着。就算你把这里占为平地，那些老鼠和蟑螂也一定会把瘟疫传播出去。皆さん、車を移動させろ！真正的无知是你，是你们日本人。我刚才那么说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武器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我知道了。别！别！哟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哎，哎，停！好卖的。雷布好了，撤吧，走。